走那个吧，还是要玩那个吗？对，那就好，那我们走那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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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咦，你看那边还有一个大溜滑梯，你跟妈妈去溜下来。哇，沙池哎！溜滑梯不用吧？溜滑梯直接走过去啊！哇！那你的背包放着，你跟依依一起溜下来。你的袜子也要脱哎。哎，鞋子不用脱，不用脱，溜滑梯的人不用脱。咦，你看。哎。要脱。你为什么会生疏啊？要踩啊，踩过去而已。啊，溜如果要溜滑梯是不用拖的啊。好吧，那你就脱掉吧。这个很大的溜滑梯耶。啊，这个是臭袜子啊。这是你的臭袜子耶，放鞋子里面。袜子要反过来啊，依依，拖那种反，拖反的。哎，依依，你弄到哥哥了。